我们今年呢，就是全台我们目前华山有将近30000名的长辈，那我们这一次在年礼的部分会送给全台低收的长辈将近5000位左右。那每一个就是长辈的部分，我们里面含1250的送爱到家的一个服务经费，还有我们年礼700块以及红包500块的经费，所以现在目前还差40%哈，大概剩下将近2周的时间，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忙。那如果大家想要帮忙的话，可以拨打我们的爱心专线02283639199。